茶对于客家族群来讲，是一个具有象征性的产业。茶文化汉阿是生活的一部分。也表示给客家博览会提两堂的台湾客家茶文化馆，就是副展馆之一。第一个参观当中的松石镇，还有大批土壤，而来烧给两堂的山客茶屯人物。另外，其他嘅传说嘅卫生体系，没有贵太嘅茶叶，就要请民众提下当中行来行去，出贵重嘅行业嘅客家族。世界客家博览会副展馆、台湾客家茶文化馆，提供东都嘅首届山客茶农嘅娱乐，老馆内设施嘅关系，对欢迎来嘅职工讲，来台湾安度日，美食发度两餐，提供好茶老客家。礼拜做得到世界客家博览会做职工，佮上个将两会嘅客家英文特色，首届本台讲。哦，这样子的介绍呢，也会让人家知道哇，原来客家文化的特色很不一样哈。所以我们呢会从食物上，还有生活起居、建筑上，好，都可以一起带领大家认识客家的文化。前一阵讲吼，俩就在做来完成吼。台湾茶文化馆馆长齐荣尊讲，为到爱迎接世界客家博览会，茶文化馆底下有小分身新展，希望打帮茶文化首届，为喊下到民众来认识山客老茶，带领民众行业合作嘅想法，喊老顺条茶盏景点连接起来，带动产地嘅观光。安尼在山都咧，将咧龙潭太海咧就部分啦，大部分就系安尼咧做茶较多，所以讲就为起咩无恐慌，成分咩无恐慌，所以讲咧客家茶文化个就推广安尼咧客家山区嘅茶文化。对咧龙潭茶农讲，土著庙系台湾茶产业重要嘅位所，茶代表山下都市天之外，系最重要嘅农作之一。一摆世界客家博览会嘅乘客，对台湾茶文化馆出发，希望以下做啲行业茶农嘅想法，到茶人、茶厂看看啊，亲身来体验乘客过年嘅嘅方式。来自四面八方嘅好朋友，做得到嗯采体来了解茶农嘅想法，咪做得到嗯了茶农嘅了不下来，哦茶厂工厂来哈，来品尝嗯你采体身上嘅好嘅茶味。除了推办茶文化馆、副展馆，其他寻求茶人文化体验之外，民众还走在地台海来体会山下街神农祭祀文化，为山下到民众行业合作来了解山下街生活。下个新闻，罗万塔土展报道。